你知道你说高铁来多少？搭机姐？高铁机姐来25块而已啊。高铁来是25块啊，机姐25，要花1100啊。对啊。去高铁1100太贵吗？有点贵。你那你觉得应该多少？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你搭回淡水都1300了、欸。对啊。现在500-600而已吧。搭回台北市也是1100啊。你说高铁来多少？搭机姐？高铁机姐来25块而已啊。高铁来25块啊，机姐25，要花1100啊。对啊。因为机场可能有计程车啊，或缆客啊，那你会选什么？应该计程车啦。选计程车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比较正统。去高铁1100太贵吗？有点贵。你那你觉得应该多少？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因为你搭回淡水都1300了、欸。对啊。现在500-600而已吧。搭回台北市也是1100啊，应该蛮贵的，因为同样都在桃园。对啊，应该感觉500-600就结束了。那如果他们前面有先讲好的话，我就会觉得那你自己愿意。对啊，说他上车之前可能自己要先讲好。对，但如果他是跳表的话，我就没办法讲了。台湾的眼睛，民视。